命中各表，我觉得国民党的立场其实很明确，就是国民党不要战争嘛。民进党也希望能够跟对岸开启谈话嘛。拜托，少年人你别来这灰啦，我是跟你讲，要够一中各表不啦？我们相信的，我们就要去做呀。有没有啦？有没有？当时一中各表就是 agree to disagree，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，我们希望我们这样做嘛。那我们也希望，我举个例子、啊。现在还有你们还有坚不坚持一中各表啦？我坚持啊，当然坚持、啊。那是坚持，昨天怎么朱立伦不说？我觉得这个是这样说哈，因为很多人觉得国民党是在做梦嘛，对不对？我大概在8月底接受了美国 ABC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的专访啊，在9月份会公布了。他问我说：“那你们怎么讲两岸的这个问题？”我说：“国民党立场很明确，就是希望台湾的民主化能够带动对岸的改变。”哦，那个这个主播跟我讲说：“你这是做梦嘛？”我怎么回他？大家知道 ABC 母公司是迪士尼吗？我就问他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迪士尼吗？因为迪士尼 makes your dream come true。”他说：“太好了，就说这是很好的。”